OK 啊，好，humble 哈，感谢主，咱有机会，搁一摆来思想上帝的教导，甲上帝的真理哈。咱最近哦，咱但每一个拜四哦，每一个月头一个拜四哦，咱爱思想啊，一个主题啊，叫做 Rethinking the Truth 哈，重新啊思想圣经里面的真理哈。今天我爱甲你思想的题目个是，咱重新来思想看卖什么叫做 retirement，什么叫做退休哈。虽然这个理由，咱就无相关的，有人讲真好，有人讲真不好哦。但是，那么就重新思想哦，圣经的教导的哈。但是，卖咱有读了这段的圣经的哈，所以我未个未必个读一拜个。但是，我你了解这段圣经哦，可能我要读这段的圣经个，因为哦，第一节哦，已经有人真正清楚的讲哦，宽恕哦，都有这个时间个。我讲，there's a time for everything。每一项代志有伊家己嘅时间个，每一项代志哦，全部一项代志哦，都有一个上帝安排嘅点阵个。伊内面哦，对第二节开始哦，你来到第八节哦，其实内面讲到二十八项代志哦，当然这个唔是讲世界只有二十八项代志啊，即系一个咱就一个解释啊，一个例子，就 example 二十八项代志。那你最讲乜即二十八项代志哦？简单嚟讲，我分咗两个部分，十四项哦，人夸是好嘅；十四项哦，人夸是歹嘅。真主演个呢个头一项代志哦，生有时，死有时，a time to be born, a time to die。出世哦，就欢喜咯，个，又唔是你又话你讲人啊多善哦，欢喜啊，是见啊欢喜啊，追老爸、追老母、追阿公阿妈，老欢喜咧。所以哦，真是欢喜嘅代志个，a time to die，死有死嘅时阵个，死就算系歹代志，神啊爱死个，所以神爱去接触个，或者更高兴个。所以你讲咪啊，即二十八项代志哦，真明显哦，有十四项哦，人夸是好嘅，十四项人夸是歹嘅。嗱，咱嘅问题就是安尼，咱将廿做代志，分最好及歹咧。所以哦，真歹，即个读册就无好势，歹嘅。读册好势好诶，生理最歹最无好势歹诶，摊子好诶，那就算到咱真简单哦，将物件分最好及歹，都唔是问题个，问题是咱真无爱歹诶代志，所以变做咱感觉世界里面这个物件真无好势。我讲二十八项代志哦，是一个 example 个，就今日咧，咱讲retirement 个你话即系讲最近是好诶，retire 是歹诶，但系圣经唔是安尼个解释。圣经里面我嚟到路嚟到这个地十一节咯，伊讲一句话啦，伊讲我上帝哦，创这创当中嘅代志哦，是照上帝时间哦，就最美好嘅。所以我唔是咱嘅时间哦，看是好嘅，是上帝时间看是好嘅，唔是咱嘅眼光看是好派，是上帝眼光看是好派。所以讲，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上帝时间哦，都是最好嘅。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哦，你嚟思想咩嘢？你叫做 retire 还是 retirement 哦？我相信你有另外一个眼光哦，嚟看这样代志个。其实哦，人生哦，就无相关嘅，叫做 describe 个，形容那个人生个。其实人生哦，常常都参照这个比赛。咱就这 internet 加无事，我先啦，听到 OK 吗？stop 起来。OK， 人生哦，就像一个比赛个，头先是讲你无法无去比赛，因为哦，你在场内，你已经是 player 了。等你出世伫这个世界哦，你已经伫这个世界了，人生就开始了。所以哦，you may or not, you have no choice but to pray。这个是哦，人生哦，头先代志哦，记得咯，爱无爱哦，已经唔是咱嘅选择了啦。这个是叫人生。This is life， 所以你得加多多去比赛哦。但是哦，有另外两代志，你主要哦，无论是踢好还是歹哦，你都需要去面对。无代表我咧人生，我大项代志都真顺利哦，大项代志都赢诶。无代表大败都输诶。我说你这个朋友哦，可能你比赛一百票哦，可能有输99票啊，但是赢一票。所以每一个每你开始啲比赛，你人生日记哦，在表嘅中间个，无论是好歹哦，都需要比赛。就先所讲哦，无论的士不的士哦，都需要团队。就神嘅意思个，
因为咱伫遐咯，咱就无通避免，好歹好都是要比赛，踢好踢好歹都是要去面对。因为第三代志人生哦，感谢上帝哦，咱哦football 是 basketball 哦，常常分做两条啦，叫做上半场跟下半场哦 ，first half and second half。所以我人生哦，好嘅所在，唔知嘅所在个，咱有头波条，咱个即个波条中间嗰一个休息哈。啊，我相信啊，咱今日参加这个 webinar 人哦，大部分哦应该啊，应该是来到下波条了啦，对不？所以我可能有人已经开多啊开始，有人已经开始阿哭了，有人开始中间了，但是哦，咱已经无的。First half 咧啦，嗱已經我嚟講即個 second half， 但是啲 first 時間中間我有一個 intermission 嘅點正，休息嘅點正，即個休息我，嗱前前後嗱重新消化埋哦，嗱收落去哦，下半條哦，嗱咪就比賽啊，嗱就去拼，嗱今日我哋需要幾樣，嗱需要去面對嘅代志哦，其實咯，嗱嚟講到即個 retire， 其實 retire 哦，當然你嗱聽人講會有啊，是真搞笑個。retire 这个理由，我这个叫 retire 个，叫做 retire。所以 depends on 你用多些角度来看这个 retire。retire 这个讲是退休 ，retire 哦，这个将重新列车轮哦，换一个新的态落去，叫做 retire。所以哦 ，depends on 你用多些角度来看你的人生。所以哦，但先讲我上个看点正是好个讲。所以既然咱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叫做 second half， 无论你爱不爱，已经离下了。可能已經有人哦，因為啊工作嘅原因，因為啊制度嘅原因，可能已經需要將你職位啊，你 position 需要放落嚟啦，所以叫做 retire 咯。但是冇代表哦，咱嘅人生嘅結束啦，咱只不過是 retire， 重新畫一個輪，去到另外一條路嘅中間去行啦。但是我比方講落去哦，你想了解哦，幾樣真重要嘅代志啦。你嗱，這個 intersection 哦。就是比班人哦，你去这个所落去啊，这条路啊中间，这个比赛啊中间哦，就比较好啦，还是讲比较有比班个，有四样代志哦，你需要了解个。所以哦，这个你来需要面对你家己叫做伟大，这是哪吒比班人好啦。对不？像你讲我呢，已经是卡，你讲哎呀，木叔我已经伟大了进步咯，已经哦不就咩啦？你咪就诶教我淡薄。但是阿无讲完全真话，所以 depends on 你现在的情况个。但是有几样物件你需要好好消化咪。头先我你呐需要面对叫做 four pillar of retirement， 就是你呐要离开这个 retirement 中间有四个真重要的条件来帮助咱，来 support 咱这个人生这个 second half 诶家庭的来源个。所以我讲我这个面试应该是哪家庭哪好个啦。所以最好是过十过去，还是过六十岁，伊就已经听了。因为我数落去哦，因为现在这个人生哦，因为医学进步啦，因为啊，食物更丰富啦，啊，所以环境更健康个。所以较想哦，咱啊未退了，别讲啦，咱六十过去未退，咱常常有通计划二十年无奇怪。所以不十过去哦，唔是奇怪嘅代志啊。你好啦，有只四项物件哦，这个 four pillar 哦来 support 你哦，这个是完全 possible 嘅代志。但是也是当你走过。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详细解释的，你这个真重要的观念个，就是你的健康就主要注意啊，你的 health 主要点。所以有一关，点解讲啊？有人讲真好啦，少年哦，用你的健康哦去换金子啦，老了嘛，用金子去换健康啊。所以我了去啊，你赚一堆钱哦，结果囊中钱好医生啊，囊中钱去医官啊，囊中钱去诊疗啊，你讲，不是没有干这个辛苦个。所以这个辛苦哦，这个健康哦，就需要过，因为家庭都需要过。啊，无论这个人生真艰苦，完全的了解啦。但是你的家庭都过，这个家庭包括什么？因为我讲咱的孩子，咱的家庭我上叫做 extended family。什么 extended family 啊？唔，那是你家己的家庭咯。啊，你有家咯，你有家可能有媳妇咯，你有媳妇可能有孙咯。你有孙咪可能有亲家咯，你阿就一大堆咪家咁事，即系即个家庭啊，即个 family 哦真重要，因为 family 哦有当 support 你哦，一个真正健康诶心理啊，因为哦人哦未追过大，
It'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 这是上帝哦，创造亚当哦，头一摆讲这句话。It's not good. 上帝讲无好啊，无好啊，不是亚当无好啦。It'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 孤单无好，所以你老的时阵哦，上述有这个问题哦，就是孤单。啊，今次我这个叫不叫 emptiness 啊？空巢啊！就是恁个囡仔看就一个飞出去，这个无奇怪啦，这个是人生。但是哦，无代表哦，你离开你哦，你是无 relationship 啦。所以有需要叫做面对一个 good relationship， 有真侪包括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太太。啊、I'm sad to say that， 我想啊，可能恁个另外一个 partner 哈已经无在遐咯。这个是就是恁无通选择、无通安排的代志。但是恁边头仍然有人，可能恁个囝。可能是孙，可能是好朋友，所以这个 family 是代表一款叫做 relationship。你需要明天一款的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你比别头人哦，一个真正好的关系。另外，当然你知呀，清楚地呀，你的 purpose， 你的使命是咩？唔是讲退休咯，无代志创咯，唔知创啥咯。你开始哦，开始啦哦，要多开始哦，未太哦，爱去玩，无奇怪哦，去出国，这就无人出国啊。你頂擺也真愛出國啊！就誒，人我借準啊，啊借 cruise 哦，你又真快意。OK 啦啊，俾我你啊，最近最啊真辛苦咯，所以我跳落來哦，用一段嘅時間哦，可能三個月或甚至半年哦，去享受 ，no problem， 這個是 enjoy the life。但是哦，你又無法歸西人客要啦，二十年都去揾啊，對不？你係廿廿年啊，所以問我你時間咩哦？即我等我退休以後喎，我使命就係咩？What's my mission? What's my purpose? 有啦，跟你解釋，你其實有啦，有另外一個另外嘅，你要結合你家己嘅體現以後嘅使命，你嘅 purpose。我這二十年要創啥代志？你嗱，這個人哦，嗱冇 purpose 哦，人生在世哦，真感覺真孤單，真無實，真 emptiness， 真冇盼望，真空虛。你需要這個清楚，你要創啥？當然。冇咩正大事呵，你嘅 finance 就過年啦。所以呢個 finance 當然唔是退休就過啦，是 before 退休哦，應該有一個真正好嘅 retirement。啊，所以啲私人大事哦，我想你少加一個 four pillar， 將所落去我係慢慢詳細解釋個啲幾樣大事。啊，我實在唔知，我見到有趟講浪中部嗰人，我講浪中係最 part two 嘅，我見過，但是我冇好啦好。这个对某个可能，大家人听啊，真清楚。无论你已经可能是啊，较晚开始，还是在那较早开始，这个无在咱的手上干的嘛，但是已经立下了，所以咱就可以好避办咱头前的路哈。好了，人生哦，第一重要哦，恁就好享受你家己人生。人生有无相关的阶段，无啥的阶段哦，都需要一个真正欢喜的人生。你知啊？登山保魂啊！這個 Summit of the Mount， 今次叫做 Beatitude 呵，啊，什麼有福咯，什麼有福咯，什麼有福咯。有另外這個 translation 也真特別，叫做 Peter Hutcheson 哦，有這個叫做 Choices 的聖經哦，伊將這個 Blessings， 這個祝福為做 Happiness， 哇，歡喜人有福咯。所以我其實人生哦，當然咱愛享受這款真正的平安哦，因為得落可能真正的喜樂啦，真正的歡喜個。但是你大聲了解哦。为什么哦，真侪人未感觉哦，伊个人生是欢喜个？特别咱来到现在，咱讲叫做 second half 哦，咱讲个人生后尾一个阶段哦，咱哦常常感觉人生，哎呀，真侪真艰苦咯，真排庙咯，啊老咯，无光阴咯。你感觉讲咱人生，我咱就无从个欢喜个精神在内面个。所以大家了解哦，什么物件未好人，好人讲人生无喜乐啊？什么物件好人讲个人生我无欢喜？啊！等我啊 ，retire 份我嘅工作咯 ，retire 份我嘅 position 咯。哎呀，我咱就无成就咯，咱就人无需要挂咯。所以人生嗰个讲，咱就讲无当应啦，无当应就先无欢喜。其实唔是啦，其实也就系话，人无欢喜有几个原因个。就正是当你失去人生嘅目标嘅时候 ，lost the purpose in life。所以我讲我人生即个事业 build up the retirement 叫做即个叫做 purpose。你需要继续提出你。人生的目標是什麼？可能有小關無上，因為 retire 話一個輪啊，去一條路啊，所以你的 purpose 的確無上。因為你嫁去哦，啊未結婚以前，你的目標無上；結婚以後目標無上；
做爸母，做别人个太太，做别人个妈妈，做别人个丈夫、老爸，目标无啥，现在无咯，现在做阿公阿妈咯。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所以重新咯，重新看下你家己人生目标。等这个人啊，无失去人生目标哦，伊自然咯人生唔知创啥，人生唔知创啥个，伊人生失去就变做 achievement， 伊个成就感，伊自然感觉人生无当用。真 minimalist 无关系，另外有时候咱对不住，有时候咱来到人生落尾一个阶段咯，有咱个情况，另外就是哦，咱受过最爱嘅物件 ，want too much， 其实这个是你贪啊，所以对不住，我你讲我无 target， 另外有种类时代人，我就是弹一条，其实无需要啦，因为阿种物件哦，其实阿种情况。啊！士多人煎咗物件跌出嚟哦，唔敢登山，一大堆哦。佢跌咗你石，你明白就自己冷够佢出嚟。你亦即俾我一件板凳啊，但是你最 hea 咯，你已经啊七十 hea 咯，啊六十 hea 咯，七十 hea 咯，八十 hea 咯，也做物件，也做物件，得啦，又唔敢登山啦。所以也做物件，尖也做啲嘢，呢叫做 space 咯。所以你等你佢呢件出嚟哦，压质啊，因为我也做物件。你试过未？将这款物件应该登山嚟登山，应该生冷嘅生冷。你看未？你哋叫我哇，也佢夸啊！你嘅心情都冇上。假如说我谂到唔敢登山物件，特别啊，我讲冇牌意思啊，点解你指咩？真奇怪。但讲一句话啊，我冇沙登清啊，冇沙登清。肯佢沙赌我俾包呢一沙冇沙登清，你仲原来 right？因为有一座沙石就系称为落去嚟啦，顶低哇，现在是好啊，啊现在称为落去啊，但是唔敢登山，哈、啊，不等啥，等你减肥哦，应未减到咧啦，未减到咧啦，咁咪创啥，生冷嚟啦，我跟你讲，我人生真奇怪啊，你爱情嘅沙我冇来来去去写句呢，你听我讲，你相信我讲一句话啊。你真爱情的沙，无落无是鬼念的啦。其他你要爱夸都无爱情的啦。所以你将物件，就是讲你无需要诶，伤人，第二个歹诶，登山。所以你可以用你贵的所在哦，真规划个。所以有时恁谈恁收几多物件爱了啦，爱得到真多物件了啦。结果呢？结果就是袂好些咯，结果就无欢喜咯，因为无一个人我有通永远得到囊中所爱物件。所以讲啊，咱所需要诶，及咱所爱诶 ，the need and the want， 你所需要诶，你所爱诶物件，我其实上数无省啦。但是咱所需要哦，少嘅罪啦。所以我想讲，你讲达未够，所以啊，无关系咯。另外哦，对不住我，我想咱交一个黑字哦，难免啊，喺人生中间啊，都要真正无省款诶，不欢喜诶代志，不如意诶代志啊。啊，对不住，甚至有敌人啊！这个敌人包括什么呢？有时包括是出来敌人啊。咁你讲出来敌人咯，我唔是讲你爸爸妈妈，我就讲睇住我就讲咧 in-laws 嘅问题啊，我就讲即系亲人嘅 relative 嘅问题啊，甚至我就讲咧朋友嘅问题，常常难免都有真最嘅啲嘅冲突咯 ，conflict 咯，就讲你大事哦，呢个喺你嘅心里面个，你若冇帮落去。你的心里面有很多分数，很多仇恨，很多 bitterness， 是不是做怀疑呢？所以人生我到这个时间，你到这个日子哦，实在福建会有一句话，是廿岁啦，憨憨啦啦，憨憨啦啦，世界哦，有这个物件最憨憨，如果当有这个物件不最憨憨，真理哦不最憨憨，但是男子真理呢，憨憨啦啦，也就物件哦啥。啥对，啥啊唔对，无需要很计较啦啦，无算啥嘢，啥事喊喊啦啦。所以你嗱，你嗱，包落天做咪教我，我跟你讲我，你比较容易欢喜。另外有就是咱计较少嘅罪，啊，唔能计较恨罪嚟啦。无就咱讲人，无人讲你一句话，看住心内更苦，无人创正大事啊更苦。所以我就算我也做咪教我，计较少嘅罪嚟啦。啊、我也是无牌意思，但是确想评判来讲哦，人咧应该啦，我唔问成你哦，人哦应该恁个量度哦，恁个 capacity 哦，恁个量度哦应该会较宽啦。所以上帝哦，爱人咪最理解从这个环境，
当然有这款嘞蓝哦，也是真贵嘞啦，三十万嘞。绿的哦，较上平均哦，也是较贵啦。所以也是未叫我未计较个。但是有当然出来绿也是也好啦，这款绿也是也量度也多个。所以无论你什么款嘞人啊，所以到这个人生这个到落尾这个阶段哦，就是互你增加你家己的 capacity， 你的心来量度嘞啦。所以我尽量接纳一款哦，你计去更高接纳。下面一款就你讲过，下面阮唔能够计较了啦。真就比如讲一简单，出来啦，你有出来啦，有工人哦，有工人，工人落创什么都唔对，啥代志，而且创什么无你无看伊个代志，而且拢歹话拢歹只，喊喊了啦，喊喊了啦。我常常讲我从来唔捌骂工人个，工人啦拢歹话拢歹撇，我从来袂讲伊啊，我急急了就了咯。因为我呢个是真简单啦，好像已经派去了，小哥大讲加最啲咯讲，咱六个都少几间啦。另外哦，你若无派咩，就话事你个。所以喊喊来啦，这个物件哦，就是讲也最是侬物质嘅物件哦。有阵我记得我做得系唔做咩，我两三只领衫哇，我真衰哦。你两衫我后来我去看卖，哇，几千块呢？领衫。哇！我刚刚去水一摆去，我一摆拢我派去啊！我心痛要死啊！我几千块钱的新衫穿一摆，后伊就是我兜我了。因为哦，这款的手机，伊的手机旧了，这款的衫哦，佮用手机旧，应该用。后来我加伊啊，讲你这款的衫哦，你都揢一个包哦，去捂啦，唔是特来做捂面落去啊，会派啦。但是对哇，派就是派咯，咪做啊，就是悄悄咯，佮加伊咯。真系就是我就是唔免手机搞计较。哦，你若计较较少哦，真艰苦关系了。另外哦，咱的人生袂快，也是证明咱人生哦，一款的疫情哦，常常随着你这个开支哦慢慢增加，这个慢慢老了，咱就减少咱的人生这个 passion， 咱就我对人生无这个热情啊，无咱自己叫人唔使创啥，有人我唔使创啥，有阵我。啊！别床内面哦，困啊，无爱起来啊！你就是人生，咱就失去这个意义个，失去就方向个，所以难免无欢喜哦。其实跟我介绍你知，其实唔是安尼啦。人生每一个阶段哦，都有通互你心内哦，充满着热情落来去面对。当然，每一个就是你有难无欢喜，就是无有 adjust， 无有 adjust 你家己人生，无有改变你家己人生。你记住咯，无论你爱无爱，我讲无爱无爱，你都需要改变。你现在若无改变，环境让你改变；你若无改变，你的行行事事都让你改变。所以既然是你哦，你就学习改变。因为哦，人逼你改变哦，跟你家己改变哦，完全无相。人逼你改变，你就是无欢喜啊！我食较闹咯啊，都叫我安尼。但是你家己爱改变呢，你自然真欢喜，因为等你改变哦，就有进步。啊，所以这几样物件，让你了解了点人生哦，来到这个，到这个叫做。我特别讲是人生哦，咱就有四个 season 个，所以按你讲个，咱现在差不多来到这个叫 winter season。当然有人是多啊，入去 winter， 有人伫 winter 中间，有人可能是 winter 落尾，按你讲，所以但是人生落尾这个阶段的中间咯，这个是我真自然的，叫做 the human life course， 人生的历程，人生的阶段啦。所以我讲过，每一个 season， 每一个 season 哦，都是好嘅啦。你看，我哋看，这个四月度哦，这个春夏秋冬啊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上几张，其实一直上几张秋呢，你知无？上几张秋呢？只不过哦，伊个 season 无上过，所以你看春天哦，一张秋诶，是安尼款 ；summer 夏天是安尼款，秋天变夏是安尼款。winter 咱就较无，但是另外一款诶环境个，所以其实人生哦就是安尼啦。人生我伫无相关诶阶段中间哦，有无相关诶情况，无相关诶表现，所以哦，请你记得哦，你嚟用这个角度来看你人生哦。一般都咧能够即阵嚟到即个做 retirement 诶点正，还是嚟到即个人生路尾诶点正哦，你有通好嚟去面对。我即个谂我要介绍你，已经离开世界。后来我再一问咧，这个人是基督徒啦，呢只 question 啊，这个是中国哦，一个真出名嘅文学家，这个真真，这个是叫做林语堂啊，这个人是真真问大有学问嘅人啊，这是中国一个真真。后来我再发现，本来伊是一个基督徒啦，哦，伊就讲了一段
的话哦，感觉真正水啦。伊讲，耶稣哦，人生的上半场就是咱啊，这个个人，不要讲到过七岁，哎，啊那个啊，过七岁以前啊那个，如果人生的上半场，我是为别人来话，为家己理想来话，咱人生的下半场咧，就是现在咧，你就哇，这个我的办法了啦，将生活幸福家己，为家己话，唔是为别人话。将一款真正复杂物件变做个简单 simplify 哦 ，simplify 来哦，简单的生活哦，用这个心哦去体会人生真正的意思，让你真正安然，真正知足。我感觉一段话哦，我感觉对我也是真正好的提示个，因为我也是我今时你来听我准备崇拜讲个建立啊，建立到啊六十岁啊，六十岁。啊，那个叫仙药啊，仙药啊！香港是未够，香港是六十五岁啦，香港是六十五岁叫做 retirement 个，所以阿姐就六十五岁做 retire， 香港是六十五岁嘅过年。但无错哦，但是咱已经嚟到这个叫做下半场嘅里面个，所以咱已经活了先最年咯，为别人活也照顾咯，为咱理想活也最年咯。所以 about time 我听阿伯哦，咱是唔是应该为家己活？另外將這種生活為好白的，另外將這種真正我們很 complicated 很複雜的東西慢慢變成拉來拉簡單、哦、其實人生很聰明、哦、比出世是 baby 很簡單，感謝所以耶穌說我你就清楚見到你的天國裡面，意思就是說我你就我都去清楚你家去見到的點子单纯、很简单、很无复杂，这款嘅人哦，去听歌。咱人生就嚟到老尾啊，咱就不多见一个少年嘅呢个囡仔嘅点情哦，就纯粹话较简单嘅啦。所以有时讲无信，咱嚟到老尾啊，咱啊真感觉，咱真无关系，所以咱未简单啊。咱将廿岁咪叫变到真更加复杂去啊，将廿岁加几几十呢段关嘅。这个叫做恩怨情仇啊！点解你看无看伊看伊的冤人的代志哦？另外帮别头家里面都未帮，咁啊就看伊啊！所以求出帮真啊！这个是一个真真真真重要 reminder 嚟个。好啦，但是我讲我，咱感谢上帝哦，咱伫这个叫做上半场中间咧有一个 intermission， 即伫这个 intermission 的中间哦，其实是咱的人生哦。好嚟，跟住審查啦，哦，跟住 self-examine， 哦，但係審查自己嘅時準個，因為我想同你講幾樣嘅事哦。啊，我問幾幾年啊，唔不審查到你嘅人生個，就戇戇我入去下坡掉落個呵。但是問我咧，現在趁住嘅時間哦，好嚟審查看埋哦，你嘅人生。你嗱審查好些哦，我相信我你入去面對這個下坡掉哦，你拍好啦。頭像我審查頭像嘅事哦，你需要我。因为已经加到 first half 咯啊，已经连上加到一波咯啊，最咪加也最无快大事发生咯啊，也最怨恨发生咯，也最 regret， 也最叫做悔恨啊，这个更高嘅大事已经发生咯。现在需要什么咧 ？Step away from the regret， 将你家己哦，即款记起哦，咱就真正哦，你更高什么大事，我哋讲真正失败嘅大事。我咧真正唔甘嘅代志哦，家己嘅代志哦，囊中我交我上帝咧。It's about time for us 哦，即系 turn 呢囊中嘅呢个 fail over to God， 将囊中嚟家交我上帝，好上帝嚟医治咱。我唔知呢个为什么未家喺呢个心里面，好你交接尽量用啊帮佢，拎住只脚头哦，帮佢呢个心里面，是唔是可能是及，可能实在是及呢个出来人有什么可能问题，未嫁啊？你真係好想真艱苦哦，千難留還記哦，點解嚟上款哦？就真艱苦，真艱苦逃走啊！朋友留還記哦，加好吧，因為唔差插啊，冇咯，冇表弄出嚟啦，冇個嚟安我啲。但是嗱，千難留冇死哦，冇殺都走啊，嗰係殺都啊。所以啊，點做啊？就係將你家己物件交我上帝嚟啦，叫上帝家己嚟醫治。總之你有這個。啊，下面的是这个阿伯 forgiveness， 可能是你唔对，可能是别人大咯。你大家记唔对，就上你下面咯咯，认罪悔改咯。那别人伤害你，教我上帝咯，心愿的主，主得个报应。所以哦，你讲伊若无下面，伊无下面是伊个代志。
不是我的代志，对不？所以哦，你需要大家哦，将你家己家己 step away from the regret， 将囊中家己哦啊无用的代志哦，囊中交出去，囊中交出去，叫上帝来帮助咱，叫上帝来医治咱，这头像。你若无行这段路，好祈祷啦，好祷。你若是在行未出去哦，好祈祷啦。唔是你有法啦，是上帝有法啦。唔是你有当下面啦，是上帝有当下面。唔是你有当毅力啦，是上帝有当毅力。所以将你家己交到上帝里面。第二个性质呢，你想看你家己几久？哦，即啊 ，I don't know how long， 我咪个过最近最老三十年咯。啊，即依家很侪啲咯。但当然有一款呢，有跌有跌啊，在思维啊，在思维啊。有一款，所以你就重新审查看卖，我几久在人生中间咯，我跌了老实啲，我又失去了什么？哦，好来想想看卖，好审查你家己几久嘅人生。来有得到物件，当然就感谢上帝啊，上帝恩典。那失去物件，也唔是感觉性，因为哦，凡事拢有伊嘅时间，得有时，失有时啦，啊，所以，哎呀，明明应该得到这个工作，得到这头子，得到这个 position， 忽然间冇去，哎呀，感觉性，冇啦，唔系感觉性啦，因为 God mak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啊，所以得有时，失有时，好聆听，好听上帝，好咱嘅心内嘅声音。好你离开过去哦，这段过去诶，等这个 first half 中间哦，一切诶代志，无论是跌，无论是跌。第三咧，好咧，小看卖啦，就是我所讲哦，呢度小看卖。哎，我收落去哦，我嘅人生目标要创啥？你未准无目标嘅啊？你等到需要一个目标，我讲我要创啥？我收落去哦，喺二十年里面我要创啥？啊？我也是开始想的呢，因为我也是就明白我自己 retire 咯，我自己 retirement 咯，因为我感觉我的时间也是够了，应该需要这个责任交予下一代的人来肩负责。所以我就要想看卖，我若无了这个 position 呢，我要创啥？我人生要创啥？我从这 reset 我的 life grow， 我要创啥？所以你也是啊，你个人的想看卖，我要创啥？未追讲，第二就是唔免创代志啊，第二是特你去冇去嘅。啊，去看 movie 啊，去出国啊，去玩。我跟你讲，这款人生哦，了你的时间，了你的时间，上掉咱的时间，唔使你用嘅。当然我是讲我会追啊，我唔是讲未追啊。所以你做你用淡过去哦，可能也段时间追紧。现在兼差你做，将你的时间分了啊，十分利啊，用20% 啊来，然后来交去 relax 啊，去 enjoy 你的 life。但是当然也是有一个时间去继续追紧你啊。继续为主来做工练，继续为别人来做创大事练。那不是你安尼人生才够有叫做 contribution， 够有贡献个。所以重新哦，去看卖你家己人生目标要创啥。第四呢，你要诚实去面对。这个袂做骗，袂做家己骗家己啊。所以你要需要哦，在你的内心才做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记住了，这个点子哦，是袂做，你这个骗别人啦。我想跟你讲啊。你老讲个也好听嘅话个，但是呢度问到你家己哦，即系是唔是我心内嘅话？即系唔系我是就爱创嘅代志啦。所以需要诚实去面对你家己内心，因为即是你嘅人生路每一段时间咯。所以哦，就是我讲头先咪所讲这个林如堂所讲嘅个，咱过去是为别人画，过去是为理想画，现在咧是为家己画咯啊。所以你需要找到你家己内心真正答案，你要创啥？你要创啥？我们再来接呢，当然就是你就需要用信心行出去咯。哦，所以你嗱 set 了嘅审查了嘅嘅人生检讨了咯，哦，创了咯，目标了咯，行出去咯。因为这个是 intimation 啊，这个休息嘅点正啊，你现在咧，你记咯，你记 second half 咯，开始哦行动咯，开始就去追紧。嗱，所以哦，你这个你要审查嘅中间个，你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啦。所以哦。这个问题就是你慢慢来修个，所以你要诚实啦，诚实自己写，头像，看是啥啊？我现在应该是为啥个话？你要写出来。你讲哎，我真简单，我啥啊？我上课就是我就是我对啦。但是你是上帝创造的人啦，所以你就问我现在哦，你现在是为啥个话？过去哦，可能是为自己话，有可能有人是为丈夫话，有人是为太太话，有人是为着子孙话。从来冇为自己话，从自己起来哦，就是为别人话，唔是派啦，真系是好啦，但是哦，上帝唔是爱安尼啦，
上帝是爱你哦，什么叫听人亲像家己啊？这个不是自私咯，听人亲像家己哦，就是你都知哦，只有听你家己哦，只好听别人啦。啊，就是咱连家己都未好听，所以咱听别人的听哦，是常常真早真早真早自私的听。哎，咱就我听，但是其实伊爱这个人亲像你啦，所以你就明白个，你是上啊啦，你都清楚现在哦，你都会上啊来话。另外呢？很多年了，你畫了，你最近畫了40年了，畫了50年了，所以你現在差不多知道，你的專業，還是你的運數什麼，你就寫出來。不像我說，今天你今天可能你沒聽了解，但是我現在用我的 explanation 給你知道，我做牧師的，我做牧師我已經30幾年了，我22我地方刚已经出来追团队了，所以60岁，所以38年哦。讲几年听了咯，40几年咯。那这40几年中间哦，我系追牧师咯，所以也做大事哦。我无爱追，我哋去追啊。It's not my choice 啊。这是我系工作，我即刻就去追。博生无讲啊，睇住讲啊，我最少礼拜，哎，我去主持，我无爱去，我咪就去。啊！有人爱结婚，爱我征婚，我无爱去征婚，我唔去征婚，对不？有人有代志叫我探病，我唔去探病。所以这个物件哦，唔是我爱无爱的问题啦，是我需要嘅代，我系工作咯。好啦，你拿，等我，我系工作帮我来咯。我就决定我要创啥啦。咁啊，做决定我创啥，我就知我系运输就得啦。我喜爱创什么代志，所以我即系听当一关嚟工作个，我无爱，唔是讲即系无重要。我把人去追咯，我咪追我爱追，你话咁样我合追嘅，我喜爱追嘅，你明我意思无？所以你就知影你家己哦，现在哦，你肯就喺呢中间咯，你就到你家己运数，你爱创，所以嘅是你哋爱追，你就去扯这个。另外咧，我 what the thing I want to sacrifice for？ 我现在哦，老尾这段时间咯，所以叫我受过感觉睇重嘅，我甚至关于哦，牺牲一切都爱去追。即是靠你的 passion 啊！我就讲我人生人无 passion 咯，就是唔知创啥个，自己起来唔知创啥，所以你就是欠一个 passion 个，所以你需要找出你的 passion。你的 passion 是讲哦，什么物件哦，你咁啊真重要个，心智啊 ，sacrifice for 牺牲物件，爱创这样代志个啊，所以你就靠你的 passion。另外，所以去你想讲咩？十年你要创啥？所以去十年你要创啥？那十年是？在生时，你讲阿廿姑，其实唔是讲廿姑啦，就差不多你嚟讲十年，可能十年以后你嗰班另外十年啊。所以我呢度讲乜嘢？我咧想你仔啊，头整我接条路哦，冇将来嘅十年哦，我有什么目标嗌俾达够？另外，我系家庭，我系工作，我系属行有平衡冇？基基我是真有信 ，before 你嚟工作，你接你嘅环境，我有信真艰苦吧？人上实时真艰苦吧？特别咱中间嗱时叫做。啊，跟住 breadwinner 哦，即个就是一家之中去摊钱哦，真艰苦 balance， 因为哦，唔是你爱 balance 就是 balance， 你见到需要，家庭嘅需要真多，所以我想我为着这个原因，你哋家就牺牲某一段嘅时间去完成某一个代志噶，所以嗰阵嘅时间哦，应该即个点正哦，你嘅家庭嘅需要应该是较无限，因为见到出生啦嘛，见到家己大汉啦嘛。见啦，去追工，见啦去摊钱咯，有人已经结婚咯，家己有家庭咯啊，所以今次你嘅家庭嘅需要已经无限多啦，对不？所以哦，你这里顺便就有，还是讲我每年在工作，唔是为着家庭嘅需要啦，因为已经基本已经有啦。另外啊，你若好追工哦，好作息，即加几几十年哦，应该有淡薄嗰阵四分咯啊。所以今次你的需要唔千兆定位很多啦，所以哦，你这个你今年咪跟你你所在嘅中间个有 balance 啵，所以这个是你都了解哦，即几个真正重要嘅环节咯。Before， 那你对这个叫做啊 second half 哈，这个人生后尾一个下半段嘅中间哈。好啦，我今日要讲啦，真侪叫做 preparation 嘅咧，所以当然真讲真简单啦，但是其实冇简单啦，你需要先在。你听了我，你若爱好比方，你就该用长时间去烧啦，去追啦，去写款嘛。但是你若爱用，我就将这个跑板放给你啦。所以你免挂一页写袂好啦。但是你若实在好
用这个来，用这个我的对脉火来疏伤哦，对你才有帮助的。好了，好了，咱呢，要怎开始这个叫做下步骤呢？当然，你得勇敢走出去咯，就证明已经就是 intermission 了咯啊，哦，比赛了咯啊，审查了咯啊，哦，好，来啊，咱来开始这个下步骤的比赛咯。好了，头像，你需要 redefine your life mission， 石头像，你需要创的，就是要你重新哦去安定你人生的使命。所以去我第二十年中间，十个年中间，甚至三十年里面，我 I don't know 你归起了个，可能五年里面哦，可能讲不十年，五年里面，终于你记得咯。人生头前这段的时间，我要创啥？重新 redefine your life mission。人生的确需要有一个 mission， 需要一个 purpose。那不是哦，不是讲早起起来了了，后边个困个起来，你这个 cycle。这个 cycle 中间达你到咩？但这个 cycle 中间哦，我要创啥啊？就是问到啥呢？所以就讲我呢个需要了解哦，人生嘅目的个嘅重要嘅关系，所以就 life purpose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因为有人生嘅呢个目的个及真及即个呢个人生嘅重要性是真真重要。呢个人生你若无目标哦，你失去一个真重要真重要嘅关系，就是你唔知创啥。简单嚟讲哦。啊，淡薄嚟到路尾人生，我谂就淡薄啊 ，meaningless， 还是讲 lost 呢个 direction 哦，就特别所以有阵特别，你听到人讲我呢，有阵呢诶感觉先，哎呀，这个人啦 retire 了，咱就变咗戆人啊！你讲你就唔了创大事，就先未我依 retire 咗，你个嘢人咧就失去唔知要创啥，佢其实因为伊开始冇陪伴啦。就是讲 retire 是 retire 啦，话这个轮哦，重新另外一条跑道中间去行个，因为伊无去 re 话这条轮个，所以变咗呢个车唔行咯个，哦，然后就啲轮已经派去啊呢个，所以树你先明白，即个 life purpose 何等嘅重要。当然，即是配合上帝好你嘅温书，好你嘅时间，好你嘅负担，及你好你嘅叫做即系 resources 来看埋你要创啥。所以你做翻埋我上，我有什么关嘅 resources？我有什么讲呢？上帝有讲有什么讲叫做 talent， 是不是？这个就责任啊，什么叫做温书？有什么好啊？什么负担？这个 burden 啊？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修炼人生的 purpose。比如上帝有咧好些负担是啊，上帝爱光啊，照顾卡啊，比如更老的士多人啊，头先咩有人讲，哎呀，你来创造讲叫做 retirement 咧 ，old age home 啊，你照顾这么老人啊，要负担照顾老人个。有人就负担，即个排行别教个，所以你就明白个，你上帝，你系感动，你系负担，最上面，你人生中间哦，你要创一个你爱最，记得第一点是你爱最，你有当最好个，因为你有温书个，你有时间个，所以你就少看那个上帝好过很多你嘅中间诶经验，我系学习，我系失败，我系成功，差不多就一个过得爱嘅，我系负担上面，你人生路尾这段阶段我就设立自己。用这个来创这个代志，唔是创以前，唔当创以前嘅代志啦。以创淡代志哦，就是无创代志啦啦。你又需要创一个哦，真特别你爱创嘅代志。OK， 创头像 ，redefine 你家己嘅 mission。第二呢 ，redefine the lifestyle。It's about time 哦，你就重新哦去重新整理你家己嘅你嘅生活咧啦。今次讲你就为家己活咯啊，乜叫家己活啊？创头像我你记得咯。一般都在人生路尾一个阶段啊，你的金子、你的时间哦，都用在荣耀上帝帮助人的事，会等人。所以这个的唔当用唔当，因为你老哦，要过一个真自私的生活，单位家计的生活 ，is wrong，really wrong。所以重新哦，因为你年老中间要结出戒指，咁先，咁就结出戒指啊。你若为家计话，咪就结戒指嘛。所以为家己话意思讲我，我嘅时间我是即系我嘅生命就做别人嘅祝福哦。所以这个事你要说讲咪。另外咧，将嘅时间我用帮人就讲我 spend the worst of the time doing what do the best， 就是你感觉你第一爱创，另外第一有成就嘅，一直第一有果效嘅，即系方面。另外你啦，然后组织啊，家人组织。真够活到，大人活到啊！所以你都明白讲，什么物件我习惯第感觉第好诶，你会专，你会专第搞所在里头咯。用尽量用用用用咩时间哦，花用日积嘅所在，所以唔当创一切哦。你感觉
真艰苦达到的所在啊！你感觉你的人生哦，甲这有区别吗？另外咯，请你唔通让你的人生活来控制咱，所以我你的人生哦，开始就是在定这个叫做 boundary。Learn to say no. It's about to say no 了嘛？啊，唔能单 say yes 啦。机器就是会把人话，所以机人来要求我单 say yes, yes, yes。现在我就会家己话，会上嘅话，现在就 say no。所以我哋记得我唔是单行比较，都系做 yes 嘅。是 about time 哦，勇敢嘅人 say no, no。因为点样讲，即系来自无敌我嘅运输，即系来自无敌我嘅时间，即系来自无敌我嘅负担。I'm sorry, I say no. 哦，所以这你就明白个，啊，你明白你慢慢发现咯，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唔是别人控制你的时间。你若无晓安尼哦，你因为你的时你都无安排啊，对不？你都无安排啊，所以别人讲啊，你有时间无？你就觉得都有啊，因为我无在创啊，所以你哎呀来创我的代志，什么叫做你创的物件哦？唔是你爱创的啊，你明我意思无？是别人叫你去创的，但是你家己都无安排你家爱创啥个，所以你家先定你家己的事。所以啊，你咧，你哦，你说啊 ，sorry 啊 ，no 啊，即个我拜师啊，无法啦。今日拜师话啊，拜师我要参，我要参加菜，明白啦，我要参加婚宴，所以了咯，所以了咯。所以你变成你家己有家己控制你家己点钟的咩时间。我第三个就咧重新哦，跟这个增加叫做 healthy self image， 跟这个健壮。自我的形象，你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真正好的形象，所以唔通建立一个歹的形象，重新建立一个真正好的形象，就将你就接纳上帝创造你是啥啊？所以你记住的 ，accept who God created me to be。上帝创造你哦，甲别人无相，你就明白讲上帝好你是什么款的人，你爱追随上帝，爱你做什么款的人，所以唔通追别人，追你家己，你就照接用上帝。用眼光嚟接埋啲感情，本身上咗好乖就是咁样啦嘛，肥肥就是肥肥咯，瘦瘦就是瘦瘦咯，水水水水咯，普通就是普通咯，所以你都明白嗬，上咗好乖成啲，啊好咯，上咗乖温书是咁啲，我就没有多钱，就是没有多钱咯，我没有超过，我就是没有超过咯，所以你就接埋啲价钱哦，上啲好啲唔使咩，啊呢哦，你就唔当强强我做一关我超低啲价钱哦，无法做嘅道理，但是我所讲低啲可能无法。为到真侪压力，真侪责任，真侪 responsibility 哦，无爱追就同佢追咯。但你现在唔使呢个，现在你有另外一个可能哦，即系你用你家嘅时间去安排啲嘅代志咯。另外就是及上帝同行啦 ，walk with God。呢个时阵哦，你爱跟住个真正 healthy 嘅形象哦，还是记得咯，唔通离开咱嘅上帝 ，walk with God， 及上帝同行。仲有咩？另外咧，也是及别人同行。放好放心，因为这个人真奇怪，人啦对小人啦有贡献，人对咱有帮衬，佮只因咁样家己啦 ，I'm somebody， 即系 somebody 就讲我有当帮衬，我有睇住讲我有内应，我有内应啊，我有当帮衬，需要帮衬嘅人，所以你嘅人生哦，佮就反正即系有一个嗰一个价值个，后尾就系说，唔免听候别人嚟学习你，啊，佢有关心家己，什么意思咧？有一阵我咩咯，总是爱听落别人来学习。哎呀，今日这个无考好瓜啦，啊，今日这个无来切瓜啦，啊，哎呀，木树阿姑咧无考好瓜咯，哎呀，木树阿姑无来切瓜啦，哎呀，我来边度阿姑咧无切瓜，阿无来讲话啦。今日咧总是爱听落别人来学习咧，今日咧没有主动去学习别人。嗱，究竟嘅起知哦，唔是阿你，嗱唔是见啦啦啦，见啦我就是哦，嚟哦考。发多以后就是敲咯，哦，排泄讲我你，崩了咯就敲咯，啊就两个你话尿数咯，这是健啦啦，这是健啦啦，恁就大人个话，恁就特别是嗰时候到老尾人生段咯，恁都好家己起来了啦 ，take the initiative， 恁就主动我去关心别人，去关心别人，另外咧关心家己，嗱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真正叫做靠真正健康嘅。嘅形象個，我哋了解哦。我係啲上嘅眼光哦，我係什麼款嘅人？另外咧，只要重新哦學習一樣嘢，另外嘅代志就是哦 ，don't stop learning， 唔當停止學習，無論幾歇，無論攞最歇，繼續學習。上啱同我諗叫做啊啊，老呢個話高老
学够老，就是咧人生我唔再停止学习个，继续嚟学习，接受无相关嘅知识，我呢个思想我有内容咧。你即系我想讲，咱又无学新嘅物件，无听新嘅物件，我咧嚟重复我总系少记起嘅代志哦。你讲嚟讲去，讲嚟讲去就是记起嘅代志。所以诶，别头嘅人哦，特别你嘅家家顺顺哦，顺正呀，因为你唔知哦，这样代志你讲到已经几百摆啦。你讲嚟讲去就讲这样代志啦。对你来讲，我已经听呀要死啦。但是问题是，你又无新嘅物件同讲啊，所以哦，你都学习新，接受新嘅物件，和你头家物件思想。更加最新的物件，去产生起来讲，啊、咱我相信你就知影哦，上帝创造咱这个头家哦是超级厉害。你唔能够讲我，你哎呀，牧师我不十岁咯啊，哎呀我九十岁咯啊，头家也戆啦，无戆啦，无戆啦。上帝咱的头家哦是全这个呢个叫做脑的细胞哦，是真真，你一真奇怪你知无？咱的身躯的细胞啊，死啊，死了又活个。你知唔知死了个死了出来个，但系真奇怪，头家嘅细胞哦，死了哦，被佢活嚟啦。哎呀，你讲哎，你真嗨咯，真嗨咯，难怪我流戆咯，就是当中嘅细胞死了了咯。No, you are wrong。不过我上日冲到，咱嘅头家嘅细胞我烧嘅最吓，烧嘅最哦，睇晒讲我，咱离佢世界一日咯，恁嘅细胞哦，无用超过 10% 啊。听讲佢嘅细啊。这个爱因斯坦哦，头壳的细胞只是比普通人加咗呢 1% 啊，有6%，所以有90% 冇用到啊。所以讲呢家上吊，咱这个头壳是很厉害嘅，很聪明咧。所以我其实咧，我想继续学习新嘅物件啦。啊，所以我唔通停止学习啦。你讲啊，现在你讲啊，今年啊，即系唔知个今年哦，即系佢两年啊，今时这个啊，这个 COVID 啊，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在整个这个肺炎个。对着这个呢条叫做疫症个这个 pandemic 个，所以大家谂我无法咯啊，无法聚会咯啊，咁啊之后啊，开始感谢上帝啊，因为新嘅办法啦，叫做 Zoom 啊，就是啊呢个开始哦，真侪事都谂未好应啊，哎呀，跨到 computer 呀咩事啊，咁啊之后啊，什么叫做 computer 啊，什么叫做 Zoom 啊，但是慢慢加，诶，过后以后应咯，所以就是讲，其实就是。古拉我算未记啦，会啦，但是继续，慢慢嚟，嗰系好咯，嗰，所以我哋基督徒呢个头壳我唔点动啊。另外第一样嘢，我唔贪，因为闹我就咁样格住我，跟住以闹咪闹啊，即系讲我嗰嗰时闹咁格住正搞，我教啦，我做咩我定人格罪，弱啦，跟住咪格罪是会啦，但系后面咧，还是继续学习练，因为有咱也最灭教我，咱是唔制啦。也最新嘅物件，咱都学习过；也最真理哦，咱还在无完全嚟了解个。所以你用这个态度哦嚟去面对哦，和你嘅人生哦，感觉特点正哦，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啊！吓，所以一生都有这个，跟住 learning 啊 ，learning process。好啦，第二讲介绍咧，嘅讲者，就是要你需要尊重外面所说嘅，叫做 external rule。什么意思呢？也最咪叫哦，咱搞这个黑字的明白，也最咪叫哦，唔是你爱改变就肯改变，你就接受这样代志啦。也最咪叫哦，是无通改变，那无通改变，你也无通强个人去还价啦。也最咪叫哦，实在无在咱的手啦。比如讲，也最上你就了解哦，讲家庭也最代志发生哦，唔是你通改变。也就咪叫我实在无通改变，真就感受你今仔感受了，伊家叫家庭，伊家叫因老是问题，伊家叫家己。所以我想你是也就咪叫是无通变的，所以你学习唔通嗰种完全无通改变的规定我嚟去还价啦。你就学习接纳，这个世界变，哦，这个世界实在变。也就咪叫我唔是咱机器哦出世的世界啦，你明我意思无？基于咱大汉的世界，咁咱人即个世界有什么啥？真简单，我唔知你感觉有影无影哦。哎呀，顶班咱最近啊，哇，只有家因老爸老母会吹啊，对不？老爸老母讲一句哦，有只个因啊，因吹落去哦，爸爸妈妈就冇得心落嚟，冇只个因吹啊。你讲现在见啦，都喺上海啊，冇因吹就真奇怪。好，你讲一句因三句啊你。但是我你真明白，你明白这个世界哦，会变啦。
好像恁特别讲，哎呀，顶摆哦，顶摆恁一个就五分几个面包咯啊，一个就什么话多假啊？你讲现在你一个无人跌了啦，你若一个不头壳无人吸起来了啦，你明白这个已经改变了啦，所以你未去画伫机器里面咯，爱改一种机器的代志画多人面才有，这是 impossible， 所以唔通哦，继续画机器的代志哦，无通改变的代志哦，来去讲啦。咱主要学习顺服上帝的安排，上帝的主管，但是用这个新的办法，哦，新的来去面对新的人生，哦，所以啊，这个是一个感觉个，那我想啊，咱看到讲，哎呀，这个许多人哦，这个那个信仰啊，我真 open minded 呢，哎，我啷个你讲错，你就袂歹咯。啊！那小人讲哦，这个叫 open mind， 那这个真开明啊！啊，是讲我，你唔是活在古早时里面咯？你明白现今这个世代啦，现今这个少年家所学物件，同你无相干。所以你安尼，你觉得你真容易，好像咧少年家哦，听你啦。我讲一项代志哦，啊，实我安尼讲无假啊，讲个啦，啊，我系牧师咧妈妈，我系丈母。我的孙子是也听伊，我三个孙子就真听伊。因为特别讲啊，因为阿妈真可爱啊。因为这个阿妈就真可爱啊。啊，你其他甲伊吵什么事，叫伊安尼，喂安尼，叫伊安尼妈尼，安尼，跳舞又跳舞。所以感觉我跟这个时代人聚集里哦，真欢喜啊。因为有这个时代，唔是活在家己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里面啊。啊，所以你就开始，你就尊重哦，世界这款的路哦，实在会变。你若无要改变，伊也是要改变，所以这个是第个人代志，你要需要了解。第二个代志哦，当然呢度学习别人啊，人生路每一个阶段哦，唔是记得啦，唔是继续听个别人来学习。当然有某一个所在哦，别人学习你真自然，你信用不？老自然的，比如讲你若去告诉你啊，有一个 language 学信用，对不？你去记啊。你若去，免讲你若出国啊，你若出国，你若信用，你若行李真重，你叫隔壁个少年家，哎呀，跟你 help me 啊，你暂时帮助你，哎，我讲嘞真好啊，你去坐车，看到你老嘞，哎，坐，这是自主人嘞啦，因为人尊重你个多一个限制，但是请你记得，唔当 take it for granted， 你讲哦，就是啊，我就是安尼啊，我老啊，你大家来就学晒啩 ，no， 唔是这个意思啦。咱继续个学习，用你家己有通最高个所在哦，学晒你其他人。学习继续继续叫做 community living， 咁是三角目标一个。公建你家己有通 contribute 呢公建的所在。I don't know what， 但是有啲 contribution。另外咧，当然，咱先做咯，咱就记录到个。当时我，咱将咱嘅 blessing 啊，多好白人。咱最未教最祈祷啊，及你嘅家家信信讲阿妈啊，特特对你祈祷啊，好对你祈祷啊，关心你啊，所以你明白讲你嘅生你嘅人生哦，变成较无相关嘅情况个。咁样讲大事哦，真真未了啊，今朝我就今日拍 two 咯，即是我停住只下。咁样讲我是，你需要我等你避难了咯，你就去做嚟啦，啊，你就全力以赴啊 ，go it all。唔当留啦，因为根本就无可能留什么物件啦，因为坦白实讲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咱来离开世界，当个棒棒。既然你哦，能够留啦啦，将拢充上你好你的，无论是你的运输、你的财干、你的利索些、你的金钱，尽量出去啦啦，尽量出去啦啦。所以哦，总之你记得啦，总之啊，人生结束我当你个就棒棒来啦，啊。帮助个最好啊，就未惊啲啦，所以尽量啊，无论是即物件帮助佢，互相对应，互别人应，或者别人嘅祝福。嗱，所以我因为到一个时间哦 ，it's about time 个就 let go 啦，啊，所以就去帮助人啦。今日我只是其实啊，我只讲咗一半，因为嗰个一半，然后就比较 practical 嘅application 个，但是我咁啊，今日我所讲嘅要学你这个。这个 prepare， 这个 preparation， 个，但是有时你都需要在一年三次嘅 getting。另外哦，嗱，咱有这个中间有这个叫做 intermission 嘅时间，这个中叫做上半场、下半场中间这个休息嘅时间，这个休息嘅时间是咱审查嘅时间。你 get 嘅人唔得审查掉 ，it's about time for you， 好嚟审查看咪。
我人生路尾一段时间要创啥代志，已经有创，已经创了咯，感谢上帝。你若未创咧，好来检讨，好各方面的检讨。检讨以后咧，就是这七方面哦，好去追落去啊。所以这个是今日我特别提到。当然追落去哦，有几样物件哦，之后来备办个吼，然后之后来去加啲啲咧，好咱的辛苦，好咱的心灵，好咱的嗰只群体咧 community 哦，之后来。俾出嚟配搭嚟畫這個人生，這個路尾一段嘅時間。但這個是我今次喺度下個嘅講啦，因為今日我嗱講少嘅等啦，今日已經三點出頭啦，嗬。我同你姐問啦，我跟直播問啦，嗬。所以下個嘅，我嚟講另外直播。但最近幾多啊？今次你又想問對我，中意提幾嚟啊？我嚟幾多謝嚇。葉伯君感謝呢個君，見到你有時間嚟去參加這個每一个镜头一个拜师，跟的新的 webinar， 跟的重新来思想这个 rethinking the retirement。我跟在呀 ，retire 有两个意思，实在是 retire 咯，比较隆重棒棒咯。啊是 retire 咯，将跟的车轮重新画这个新的车轮，重新加一条新的路，但是需要重新的整理跟的人生，调整跟的人生跟的方向。我跟在跟的人生的使命要做什么跟的代志。特别军为着军每一个，你只别来见到军仔军，大家人无相关，人生嘅面对，可能无是黑子，也是无相，但是无论之后，我军尽量抽，我军有听到落罪，明白落罪，追落罪，我军这个人生无不一个阶段，仍然有天主圣所讲，你老了，仍然结出果子，来荣耀军嘅上帝，跟住军嚟感谢，咁就上帝保守军安保一段嘅时间。听我来感恩，听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